那在美国，有些警察正在抓这些性侵小孩的变态，但是我们国家的整体，不是整体，我们国家的这些最高领导、这些专家教授是在支持性侵小孩的，不相信吗？我们国家的病毒管理局 CDC 刚刚发布了一个重要消息，有两名小孩得了猴痘 ，monkeypox。We do have seen now two cas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children. Both of those children are traced back to individuals who come from the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community, the gay men community. And so when we have seen those cases in children, they have generally been what I call adjacent to the community most at risk. I should also mention, importantly, those children are doing well. Doing well, okay? 小孩过得很好。一个性病透过男同性恋的性行为传染给小孩，然后那些小孩过得很好，得猴痘的小孩刚好都跟男同性恋住在一起，然后得病了，然后过得很好。而且猴痘这个病毒跟新冠肺炎是不一样的，跟成人还有老人相比，小孩的死亡比率是非常高的，而且猴痘这个病毒传染的方式基本上就是透过性行为而得病的。爆发的原因是因为在欧洲那边办了一场同性恋的这个性爱趴，然后小孩过得很好。根据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的统计数字， 95% 的猴痘传染都是透过性行为， 98% 得猴痘的人都是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41% 得到的人原本就已经有 HIV 的性病了，就是艾滋病的前戏。统计数字出来，得到猴痘的过去的这些人，过去三个月的性伴侣平均人数是五人，然后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去性爱 party， 还有去妓院。根据我们自己政府提供的数据， 99% 的得到猴痘的人都是发生在跟男人发生性行为的男人身上，也就是同性恋。有很多组织想要试图模糊这一切，说猴痘不是一个性病，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得猴痘，不只是在男性行为上面。但是数据出来很明显就不是这个样子。左派他们一直在说要根据科学，直到科学抛弃他们之后，他们就完全反科学。那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应该会来调查这件事，这两个小孩为什么会得到猴痘，为什么那两个小孩会跟同性恋住在一起，那些同性恋是在教导那两个小孩什么。正常的社会里应该会试图禁止那些集体性爱趴来遏止一个病毒传染。各位可以想想看，我们停止了整个世界的运转两年，只为了要避免一个传染咳嗽的这个病毒，结果根本没办法避免。然后现在我们连妓院都不能关吗？我们连问一下调查一下都不应该吗？只要相信他们说的，没事啦，啊，小孩很健康啊，安啦安啦 ，OK， 不要大惊小怪，那些小孩都 OK 的。但是猴痘很可怕，所以说我们要用邮寄选票。这逻辑通吗？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逻辑？为什么还有人一直跟随着左派的议程？